它是这个圈吗？啊，有没有？所以右冷却尾是这个圈，只是它没走完嘛。所以你看右冷却尾是什么力量？右冷却尾是不是这个力量？它只是走一半的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我们先来做。先来做右揽缺尾的这个圈，把它做完。它是不是跟硼是一样的？是不是？所以右揽缺尾是什么？右揽缺尾是这个圈的上半，硼是什么？硼是下半，下半圆嘛，这样子懂？啊？硼上半圆吧，所以它啊，不是。你看，这个是以右手来讲，你这个它是不是做的？如果说这是一个圆，这是一个圆的话，这是一个圆，它两个是不是走这样的圆？我如果把它走完的话，才变成两个圆嘛，这是两个圆嘛。我如果不走，我走这样子，它是不是同样一个圆？我走这样的话呢，它是一个圆嘛。啊，有没有走一半的话嘛？所以它的相合的地方是在这，就在这嘛。那它是不是再走下来？如果两个圆再走下来，它是不是就变硼了？所以它的运动轨迹，这个圆的运动轨迹，揽缺尾跟硼是不是同样一个？啊，有没有？好啊，所以我们就先做这个圆嘛。啊，这个是在哪里呢？是在前面。你看，画这个圆。所以你这个圆是在哪里？不要画偏了。你现在的圆是在这哦，你现在的圆是在这里哦，是在这个面哦。你现在的圆是在这里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是在这里哦，是这个面哦。啊，没有偏右。没有偏哦，就是正。是正的哦，它硼还没出嘛，硼还没出，只是揽缺尾嘛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它只是这样左右嘛，揽缺尾有没有？到这里我们回来，揽缺尾，所以你就想象你是画这个圆，你用腰，你看你用腰稍微转，用腰就画一个这个圆。你要看好你的左右手的圆，你要看好你左右手的圆。不要画跑掉，不要画到旁边来。这个揽缺尾就在这边，就在这边，就在这边。所以左右，你看，左右就是这样子。啊，有没有？左右就是这样子的，是不是？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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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有没有？啊，这个圆就跟你开车抓方向盘是一样的，就是这个圆嘛。啊，有没有？那你看就是这样子嘛，就是这个圆。有没有？只是现在是右揽缺尾，所以方向都是这个方向。你走完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走完，如果下面那个上部的话，就是硼了。啊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是这个圈。啊，有没有？啊，看。它变成一个这个了，它成为这个圆了。是不是？右揽缺尾，左硼是，右揽缺尾，左硼是，是不是一个圈里面两个是嘛？是不是？它是一个嘛？
右篮圈。可是这两个圈它也不是完全在同一个圈上面，对不对？当然不是啊，它是相错。它是相错的啊，你看，一个在外，一个在内嘛，然后内跑到外嘛，是不是？外走到内，内走到外，它变成一个这样，这是圈啊，这是圈产生出来的蓝雀尾跟红了，有没有？做做看。